跟那个视障朋友说好，那我踩脚踏车，那这个视障朋友来探路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开心的就骑过了建国路这边以来，对，骑到建国路的时候，那个身障的朋友就突然讲说 ，Go Go Go， 旁边那个视障的朋友就喊阿勒阿勒阿勒，就他们跌倒了，因为那个视障那个身障的朋友就看到 Go Go Go， 但是那个视障的朋友太开心就喊阿勒阿勒阿勒，所以他们就摔倒了，啊，多好笑，好。好啦，这是故意的，这是暖场笑话。什么叫暖场笑话？就是不好笑。来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有点，大家有听过金斧头跟银斧头的笑话吗？哦，故事啊，金斧头跟银斧头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没听过请举手。哇，这有点长哎，就是我当成大家哎，这样好了，有听过金斧头、银斧头这个传说的故事请举手。好，那我前面就大概讲一下好了。其实呢，就是传说中有一个湖泊，那有一个湖泊呢，旁边一个樵夫，樵夫呢就是砍柴的农夫，啊，就是樵夫了，不能说农夫。那有一天呢，樵夫呢非常辛苦的在砍柴，砍到一半突然手松了，那个斧头呢就掉到了湖里面。那掉到湖里面怎么办呢？他就一直哭，他说斧头是我唯一的生财工具，如果没有了斧头，我就不能养家了。所以呢，他就一直痛哭。突然呢，湖里面哭出来那个湖神。湖神就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年轻人，你哭什么啊？”那个樵夫就说：“我的斧头掉了，所以我不能养家了。”那个湖神就说：“好，你等我一下。”那个湖神呢，就沉进去里面，拿出了一把金斧头，就说：“樵夫，年轻人，请问一下，这一把金斧头是你的吗？”然后说：“啊，不是，我是不是那一个？”对了，就呢，那个湖神又沉了下去，拿了一把银斧头上来，问他说：“这把银斧头是你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也不是。”最后呢，湖神又沉下去，拿了一把他的斧头上来，就请问说：“这把斧头是你的吗？”樵夫就很开心的说：“对，这把斧头是我的。”所以呢，那个湖神觉得这个樵夫非常非常的诚实，所以就把所有的金斧头、银斧头还有他的斧头给了他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希望大家不要说谎话的故事。但是呢，笑话就从这边开始来了。有一个鸡农呢，因为听到这个传说中的笑话、神话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鸡丢到那个湖里面去了。那个鸡农呢就很聪明啊，就一直哭啊，就哭说我没有鸡我就不能活下去了，我的鸡没有生鸡蛋，我的孩子就不能吃鸡蛋了。所以呢，那个湖神就浮起来就说：“请问一下，这个鸡蛋是你的吗？”那个鸡农就说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不是这个鸡蛋。”然后拿了一个银的鸡蛋出来说：“请问这个银的鸡蛋是你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银的鸡蛋也不是我的。”他就继续下去。那个湖神就拿出了一个普通的鸡蛋，就说：“请问这颗普通的鸡蛋是你的吗？”那个鸡农就说：“对，这颗普通的鸡蛋是我的。”最后呢，湖神一样的觉得他很诚实，就把金鸡蛋、银鸡蛋跟他的鸡蛋还给他。但是很不巧的，被鸭农看到了。最后呢，鸭农也示范说，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我有鸭，我也把那只鸭丢进湖里面好了，看会不会遇到湖神。”所以呢，他就很开心的把鸭丢进去。丢进去之后呢，他就一哭。为什么他哭了？因为鸭游走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，大家都生气。好啦，我再继续讲。最后呢，有一个阿嬷带着个孙子去那个湖泊玩，那个阿嬷呢就很开心啊，就跟小孙子呢在湖泊里面玩。但是呢，那个孙子就一不小心掉进去那个湖泊里面了，阿妈就一直哭啊，大哭啊，外孙啊，外孙啊。就湖神呢就浮起来说：“请问这个金孙是你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对了，金打外金孙铁瓜。”最后那个湖神说：“你不诚实，我不要把你的孙子还给他，又沉下去了。”所以阿妈就永远碰不到他的孙子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啊，很搞笑，是你们香港人听不懂我们台湾的笑话。你们听不懂这话吗？你说台语他们听不懂啊？台语听不懂啊？大东之后唱台语歌给你们听，你们就会唱了，真的。好了，我快签完了，大家请加油。现在还有要赶去台中的吗？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坐飞机。人家后面的说来得及。我坐飞机吗？跑出去。对，跑不去嘛。好了，来得及的，不然跟大东坐保姆车。好啊。但是大东坐高铁。好，大家呢可以拍照了，赶快拍照。
大家都真的很辛苦啦，就站了快两个多小时，也没有知道大家很累。不是我们吗？这里大东、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们不累啊？对，你们开心。大东。昨天站很久、啊。两点多到十点多，对，哇、wow, 啊，好辛苦哦，是不是啊？真的，为了大东什么都做了，真不在，最宅的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嗯，好，所以也要支持东城卫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请加油，要去支持东城。哎、欸、，SHE 的谁帮他写序？男生朋友帮他写去。哎，女神新专辑要不要支持一下啊？叫什么？第一秒。什么 back？ 第一秒。第一秒。D T M M back， 会不会唱啊？不会。你知道？今天在台。想听？想听吗？想。你听。我旁边我的经纪人会唱。看一下副歌嘛，他昨天有在唱哦。我第一次看到艺人挖洞给机器人跳的。哎，马斯比较害羞嘛。对呀。你知道马斯很会弹吉他，真的。哦。那下次就帮他然后还教我弹吉他。哇。厉害哦。好厉害啊。那你愿不愿意唱 I'm Back 的副歌给大家听？一起唱，我看他的经纪人都一直想要拍大东，但他不敢拍，因为拍下去等一下可能会有8000多个手掌印在他身上。好了，其实经纪人也很辛苦，真的就是帮他就安排了很多事情啊，事前跟事后，其实经纪人都是很辛苦的，所以我们也给经纪人一个。